你怎么学那个？看你这个25等怎么回事？阿云，为什么你两个显卡，你的智力只有473？哎，不对啊，你这是耐力那么高要干嘛？好了，现在来帮老婆健健哦。老婆现在 B2 143,800分，而且你要降级嘞，降级圈呢，你好危险哦。OK， 抓到你了，你的这个，你跟上一个干爹一样，阿云，你是不是想霸凌我们的艾丽素子？抓到你咯，你怎么学那个？你怎么学那一招？你怎么会学那一招？骗分数啊！那也没有办法。那这只有跑除了12名以外的名次吗？我猜没有。阿宇，你让王上阿姨去沙地好了。你没有小绿帽，也没有大叔，对不对？你把王上阿姨丢去沙地吧。我记得之前我不是有给你一个九沙地的吗？你用那个九沙地把阿姨丢到短距离。好了，第一点一样，你把艾丽素子先拿掉吧。艾丽素子很强，我跟大家讲一下。艾丽素子是我他妈觉得这个游戏最屌的角色，艾丽素子，我觉得超级宇宙无敌强。我自己练的艾丽素子啦，12,700分，然后技能中规中矩而已哦。他可以虐爆我其他这13,000分金技能比他多、比他屌的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我觉得是因为他这招太强了，他这招真的太智障了。他的这个固有技，我个人觉得他回耐力的技能是这个游戏最强的。然后海湾的数值太尴尬，因为海湾是10跟20险吧，还是10耐力险我忘了。艾丽素质比较好很多。这是中盘开经济能，等于你练中距离跟长距离都可以内建一个金回复，所以我觉得很强。艾丽素质我觉得阿宇，你看找机会把它丢给他吧。我觉得这是很强啊，这是免费载福音啊，一定要练啊，艾丽素质超强。那阿宇第一点一样，就是你先把王上阿姨改沙地，然后这英里上我们可以再找其他人过来。那我现在看看你的马娘好了，我觉得你马娘抽不多，对不对？我先看看你马娘，哎，其实你蛮多只的，哎，你只是没有这两只有点尴尬，你没有这两只小尴尬，但没关系，因为中长距离其实现在很多可以替代的，然后这只短距离没关系啊，大进，你看缘分，你剩六个洞哎，阿宇，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。我们先把兽战犯先抓出来好不好？阿云这只有点小尴尬，这只是我练的那一只，对不对？阿云，你知道为什么我那时候练那么高吗？因为我是灌水仔，我那时候是为了帮你灌水啊。其实这只没有到很强、啊，这只还行啦，这只还行啦，但力量想办法也更高一点嘛。那你看我练的神音，让我看一下。我觉得怪怪的。哎，不对啊，你这只耐力那么高要干嘛、啊？不对啊，阿云，这只没干用啊。再看这只，哎，这只好像还行。哎，阿云，金回耐，阴里两招有点浪费。看你这个25等怎么回事？我真的帮你鉴检一下你的资源这卡。哎，可是我跟你讲，阿云，你这只可能比我这只强啊。你这只应该比我这只强啊！你这只应该会比我这只强啊！换一下吧，分数低一点没关系啊，你那只会比我那只强啊。那我看看你乌拉拉，哎，乌拉拉这还行，这是可以，这是可以。速血，阿云，我觉得你要有一个习惯，你的力量有点太低了。短距离这种赛程，力量还是要想办法到1000。觉得这个你要练速力，这里你要练速力。我这只勉强还行啦，勉强还能打。速度三只，哎、欸，阿云不要带耐力。这个帝王光辉不要带玉藻十字去练，不要带玉藻十字。短距离绝对一张耐力都不要带，一张耐力你也不要为了他的技能，为了他技能也蛮亏的。你这个的话，你感觉你去抓一个力，你去再也是找一个力量强的。你这里你可以找新的胜利奖券，你可以找胜利奖券。你胜利奖券如果你自己没办法换，你这里伏特加或胜利奖券都行。力量再带一张，力量至少带个两张。
然后我看一下这里，先行的气场，有你这个改的可以。你短距离这三只 OK， 你丢文光辉稍微改一下，把它练到至少 A 吧。然后晚上阿姨，请跟他说再见。虽然你这个阿姨还行啦，但是你的沙地没有其他的朋友了，请你让阿姨去跑沙地吧。对，阿云，对，阿云，为什么你两个显卡你的智力只有473？好像怪怪的、欸，为什么你两张显卡你的智力只有473？那两个人是不大念书啊？啊，然后但你的显卡也有点问题啊。然后阿姨改一下吧，阿姨改一下，阿姨让他去沙地吧。云仔，飞不要带星云天空，这个也要大改了，这个也要大改。可是阿云的卡感觉比较，感觉没有特别强哎、欸。不过阿云的卡真的相对来讲比较弱一点，你的志愿者卡可能就要强化一下。当然那个啦，飞一样是带速力就好了，耐力不要带。你的卡会限制你的战斗力啊，短距离尽量都还是速力就好。我跟你讲一个懒人包，短距离跟阴里的卡都是速力就好。短距离、阴里、沙地这三个，因为阴里、沙地也是阴里嘛，你这三个位置很简单，你的配卡都是速度、力量。可以带弦，也可以带支援者，但我不怎么带耐力。我目前阴里跟短距离，我是几乎不带耐力卡。有几只特定的，我可能会带个星云天空去拉他技能啦，这个大概有极限了。就桃马，我带星云天空拉技能，极限就这样。带速力比较好，因为短距离跟阴里，你耐力需求不用这么高的情况下的话，你的耐力可以靠继承跟你的支援者去把它给拉高就可以了。所以反而带耐力卡，我觉得会有点亏。但中长距离就要带耐力了啦，中距离至少带个两张吧，长距离可能可以带个三张，干嘛？就看你怎么去配牌。三速两耐一训练，你这个带卡就正确了，你这带卡就是 OK， 合理合格。然后弦有点带太多了，阿云你这样能爬到 C6， 我觉得你蛮强的。你这样怎么打到 C6 的？如果没办法有扣打去接绿恶魔，你就先带阿奎就好，你阿奎练到4、5了。阿云你现在很简单，阿云有个更好的方法，我刚想到的，有一个更好的方法。你现在去拿我的卡，然后这里直接买烂，抽个十单你就无敌了。阿云，你看起来不缺力量哎，你干嘛给我你的钱包？阿云把钱包拿给我嘞，我想一下。阿云把钱包拿给我了。阿云，我建议你再蹲一下。阿云这时的八重虽然强，但我觉得你可以再蹲一下。目前用过八重的人可以讲一下心得吗？我觉得当然你比阴历强啦，但力量卡下那么多的情况下，我需要先抽这一张吗？我在想阿云要涂满这一张，再看一下下一次。反正如果下一次出了一个超强的速卡或耐卡 T0， 直接抽到满，用我的卡没关系。但这一只我可以帮你抽啊，但。我觉得八筒再观望一下，这张真的不烂。但我觉得这一尺，如果你拿它跟小北比，你就会觉得抽这尺比较可惜一点。而且我觉得卡会越出越强，这张是 T1 啦，不到 T0 啦。你2万要冲，至少我觉得要冲一张你可以用很久的。那为什么来阿云没有小北50小北？那时候阿云还没有想抽、啊。